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壁球运动员欧振铭，是现时香港排名第一。壁球是一项球速很快的运动，是同埋需要很多大量的多向性移动，所以如果在场上面能够发挥到良好的速度和灵活性，是对我表现很重要，可以说是比赛其中一个致胜因素。透过针对性地增加训练的强度，可以强化到我自己肌肉的力量，去从而提升我自己的速度。但是同时，我觉得合适的装备是同样重要的，特别是壁球鞋。当我穿上 Wave Lightning Set 2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款是很轻同埋很舒服。同时，对鞋可以锁紧个脚腕，可以提升我的安全感。Lightning Set 2的重要功能呢，就是这里叫做 D-Flex Groove， 可以有效地帮助力量的传送，去达至优越的效果。另外呢， Wave Lightning Set 2呢也都不会忽略避震的重要性。 Misuno 的 Wave Technology 呢是不单止可以提供良好的避震，还可以稳定双脚，是减少受伤的机会。透过去了解在鞋身上面这些可以提升到我表现的技术呢，可以给到我在球场上面额外的信心。 Misuno 创新技术呢可以帮到我在球场上面达到更高的水平。 Misuno Science。